哎，对，没有背景就好很多。OK，晚会倒计时60秒，多少秒？10000秒，50个人了。还放礼花吗？20秒也行，还放礼花呗。在屏幕上我看，我瞅瞅，那个放鞭炮呗。要不咋过年没有鞭炮？没，我这个怎么好像没有声音一样的呢？哎，有声音，我听到你了。你的声音可以。哎，能听见我说话吗？能，挺好。其他同学，师哥师姐，先把那个各自的麦克都静音哈，允许我和陈恒主持人给大家宣布今天晚上开始开场白。陈红姐，我准备好了。好的。又见漫天雪花飞舞。肆虐的疫情依然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2022虎虎生风的新年在期盼中来临了。自疫情蔓延起至今，不知不觉近2年过去，2年不见，可否还是不变的容颜？相信同学们都期待重聚的那天，相信同学们都期待自由行的新年。感谢网络科技的发展，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相见。我们校友会成立10来年。今年是第一次举办这个虚拟的网上新年晚会，希望也是最后一次网上活动。疫情之后，我们一定面对面，我们一定再相见。大连理工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云相聚新年晚会现在开始。这是演习的吗？我们正式开始了，小赵。首先呢，然后实战了，静静安静。我不进。哎，首先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会长今朝给大家致新年贺词。谢谢主持人啊，那个亲爱的校友们，岁末的钟声啊，即将敲响。将迎来啊，我们大家一起迎来新的一年。通过荧屏啊，看到各位美意飞扬，温馨的祝福在我们耳边回荡。时值2022年新春的时候，向您和您的家人送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也对各位校友，对校友会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啊，表达衷心的感谢。正像开场白讲的，我们疫情漫长已经快要2年了。校友之间呢，我们在疫情期间呢，只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呢心系两个故乡，在义工捐赠、在抗疫物资上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全体校友会这个共同抗疫，互相关怀，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同时啊，也要说一下的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在 Richmond Hill 这个市长竞选中初出茅庐的我们的年轻校友田瑞达，作为我们高校社团的第一个勇士参与和拼搏的精神，让我们作为加拿大大工人的骄傲。虽然没有胜选，但是我们校友会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他，为我们的社区贡献，为社会公民执政实现他的理想。校友们，无论呢您在何方，位居何处，从事任何职业，加拿大的校友会永远是各位的家园。我们也将继续宣传我们
每一个校友的事迹，增强校友和我们母校之间的沟通，为赴加拿大留学和定居的校友提供咨询和帮助，成为我们校友中加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在此也感谢我们一贯支持我们校友会工作的义工全体理事会员对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由衷的感谢他们。同时呢，也感谢为这次网上的春晚默默贡献奉献的几个组织者还有参与者。首先我们谢谢我们的老会长海伦老会长，谢谢陈红，就是我们现在唯一一个没有背景的陈红，还有这个陈瑞达啊，是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James 廖静香，我们老师兄，尤其感谢Victor 韩，我们的韩向宇啊，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为了我们这个晚会啊，做了很多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感谢奉献我们节目的陈静，叫做新辉，还有董岩娇啊，让我们在此相聚在空中，共度新春佳节。最后祝愿校友们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开拓进取，取得更新的成绩。祝愿各位新春快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接下来有请我们校友会理事会成员依次发言。Helen 姐，于 Helen 请发言。对的，这怎么第一个就轮到我了？就是说一句过年的话吧，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每个人就是说一句。我就是我们同学们这次是很难得能够在网上相聚，而且好多同学是第一次在网上见面啊，是加拿大其他的地方没有在我们多伦多待过的同学。首先要问这些同学们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就是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能够来到我们多伦多，大家来聚一下。谢谢校友会，谢谢理事同学们的努力。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恭喜发财。好了，那下一个同学说吧，谢谢。好，谢谢海伦姐。下一位盖辉。哎，好，听见呢？哎，能听到吗？我还要进，可以。哎，好，各位校友大家好，我是那个计算机系的88级的盖辉，非常高兴和大家能那个参加这次我们的网络春晚啊，非常感谢那个组委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让大家能见到面。这两年给大家也都憋了够呛，但不管怎么样吧，能见面就是幸福，能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提到我们虎年大家都虎虎生风，新年快乐啊，也祝我们的母校呢能继续辉煌。好，谢谢大家。好，谢谢盖辉。下一位李栋同学。哎，他这不是每个人说话就转到哪儿。没那么先进，谢谢。要自己可能调一下。嗯，还要自己调吗？我不知道，刚才我的 mute 一直麦克都需要自己打开。对，麦克自己需要自己打开一下。李栋已经开了吧？我已经开了，先让大家先说完。我是材料系李栋。86级的，在这里见到大家，各位校友非常高兴。祝大家，虎年快乐吉祥。对这个董娇媛的节目非常期待。董元娇。李栋，我看你很眼熟啊。
那我们下边继续进行吧。下一位，见过见过。下一位，请庞军同学发言。好，首先给各位校友拜年，祝各位校友春节快乐，虎年虎虎生威。我是九零花园研究生，在大瀑布从事医药医疗，希望大家有时间到大瀑布来玩。谢谢庞总。下一位，茱莉亚廖。哎，各位校友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记得大概两年之前，连封城之前我们最后一次线下的欢聚，我们做了很多游戏，很怀念旧时的时光。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健康顺利。感谢校友会，我从2004年来到加拿大就一直就接触了哈伦姐，我们的老会长。那这么多年，我们校友会其实也是帮助新来的同学，背景不清楚，帮他们眼见搭桥，尽快的在加拿大安家立业。那现在的现任的会长今朝也是。还有分阶级的理事都是出力出时间都无私的奉献，希望大家多团结，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谢谢。好，谢谢茱莉亚。下一位，赵福涛。各位校友，各位师兄师姐师妹好，我是2000机械赵福涛。非常高兴在这里面第一次和这个 Zoom meeting 和各位校友见面。祝各位校友在2002年能够身体好，事业好，万事如意。也真心的期待在今年夏天 BBQ 能够真正面对面的见到大家，也很想念大家。谢谢。好，谢谢赵福涛。下一位我没看见，张东同学。张东好像没在这里边。下一位，孙莹同学。孙莹也没有在。下一位，王宇卓。各位校友大家好，那个今天第一个感觉看到这么熟悉的面孔的话倍感亲切，然后的话呢咱们也是确实大家很久没有聚了。首先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新春快乐。然后呢也感谢咱们就是说这次视频春晚咱们这个组委会各位校友的做出的贡献啊，也感觉到很惭愧没有出什么力气，然后呢希望接下来的我们能够大家能够欢聚一堂像以前一样啊，然后争取我能争取给咱们校友会呢多做更多的贡献。不过呢现在疫情是这个样子，我也希望大家坚信一点哈，就我很战场的一句话，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啊，希望我们相聚在不久的将来。好了，谢谢克莱尔老板。下一位，王俊凯。哦，他也不在。下一位，张谦。张谦也不在。下一位，赵静。静姐好像没上来哦。下一位，贺传洲。老贺也没来，我来了。哎，老贺在哪儿呢？老贺来了。我能不能听着？我不是，传召报名了。我能不能收着？哎，那你那个照片怎么看不到呢？你收一下 video。陈静。陈静在不在？陈静怎么是不是没上来？对呀、老贺在哪儿？老贺照片你不出来，我看不到呢。老贺，我看看能不能。能不能听到说话？说话听到了。哦，Marvin好，这个来了。我那个在手机上，我不看不知道怎么。行，我那个不用手机哈。小贺说话听到了，没见到人。你在第几？我是。这样，你们先过，等一会儿我得调整一下，好再说吧。哦，Galaxy S9就应该就是他。哦。
对，但是我现在我调一调，怎么弄不了呢？那您先慢慢弄，一会儿还会轮到您的。下一位，廖家乡啊，感谢。哎呀，老廖，廖师兄来吧。哎，你好，哦，我听到了。各位校友大家好啊，很高兴在这个形象在哪？很高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和大家在网上相见，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在实际中相见，因为这个很快就要过去，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虎虎生威啊，身体健康。啊，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然后，最后一位哦，马珍。啊，不不不不，先让那个那个老贺说完吧。OK。喂，哎，大家好，我是这个贺传洲，是八三级的，造船系，很高兴又在和大家在网上呢这个见面。首先呢，祝这个大家。在虎年呢，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那么也非常这个想念，实际上是两年前，我记得那个袁教还刚才说是2020年1月18，我们那次相聚，虽然那次下了大雪，但是现在想起来，哎，真是非常非常难得能有一个面对面见面的一个机会。那么呢？现在这个疫情呢，我们只能猜这个在空中这个在这个 Zoom 里相见。那么希望呢，这个疫情早点过去，我们这个在如果这天夏天在一起打球啊，在这个 barbecue 啊，希望这几天早点到来。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你慢点，你聊聊你的这个主要特长，一头健将，你这各种，你聊聊，那么着急干嘛呀？那个陈静马上上来，他刚才他忘记是5点半，他以为也6点半。没事，不着急，他一会儿上来，我看见他，我还没通告给没有发言的同学会发言的啊，别担心。好，下一位，最后一位理事会，马珍。马珍，我刚才在喊他，我看好像马珍。OK， 没关系，请下面有请 Victor 播放我们认真编辑好的视频。Victor， 你停止分享，先把它打开播放，再开始分享，要不然看不到。旗帜风化。行。能看到吗？退出，停止分享，先把它打开，然后再开始分享，要不然看不到。刚才没看到是吧？要不然只能看到你的资源管理器。OK， 你切换到下一句。OK。没有。没看到。稍等，稍等一下。现在看到吗？这个对了。嗯。声音。旗帜风华路，大连理工大学从129街起步，艰苦奋斗，铸就一校两地三区办学之格局。旗帜育人心，大连理工大学不忘立德树人之初心，数十万毕业生奋战在各行各业，创造无数佳绩。旗帜强国志，打工人写下科技史册多项第一，以创新之动力相助复兴之伟业。70载风雨洗礼，70载砥砺前行。
初心，使命，梦想，责任，让大公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前行。70年初心相照，使命继续；70年薪火相传，同心同行。有党创办，与国同行。70年前，大公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踏上征程。红色基因自诞生之日起就镌刻在大公人的血脉中。从建校之初招贤纳士，艰苦创业，到1960年跻身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奠定了一流学府基业。改革开放后，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硕果累累，大工人始终戮力前行，实现了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跨越。进入新时代，大公勇担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公将四个服务的历史使命牢牢扛在肩上，初心不忘，脚步弥坚。70年不懈拼搏，追求卓越，形成了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的大公精神，成为一代代大公人共同的思想财富与价值追求，更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不竭动力。勇担科教兴国大任，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公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频共振，同梦同行。一流大学，一流科研创新，一流学科建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公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学校优化学科战略布局，打造学科高峰高原，促进学科交叉和新兴学科发展。学校现已形成以理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哲艺术等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目前学校9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1%，其中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进入前1000%，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力学、土木工程、工商管理7个学科进入第4轮全国学科评估 A 类，10个学科跻身 QS 学科排名世界前500。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公积极构建面向基础研究的知识创新体系，支持应用研究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服务社会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学校拥有一批包括2011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重要研究基地，第一批国家级创新研究群体和科研团队，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及国家重大需求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0年来，学校两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通过产学研合作服务社会，让知识创造价值，让智慧更加高远。学校开创性的创建了产学研合作新模式，使其成为重要办学特色，实施知识产权强效工程，
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分布各地的校外研究院，一批核心知识产权成果得到转化应用，实现科技与经济、成果与产业相融合，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根东北，服务辽宁，东北产学研工作的旗帜。这一美誉称颂着生于此、长于此的情怀与担当，以科技创新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是大公矢志不渝的追求。建校之初，老一辈大工人扛起科学强国的重任，进入新时代，大工人在长征五号火箭、 C919 大飞机、首艘国产航母蛟龙号深潜器、港珠澳大桥等一项又一项大国工程中刻上了大工人开拓创新的印记，一个又一个国之重器诠释了大工人的初心所在，见证了大工人践行四个服务的使命担当。面朝大海，以海的胸怀拥抱新时代，春暖花开，以花的绽放开启新征程。70年光阴流转，70年坚守开拓，70年逐梦前行，与信仰同行，赤子之心，血脉相承，永保红色品格，与祖国同行，同心同德，永做星象强国，中流砥柱，与时代同行，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卓越，担当复兴使命，与梦想同行，用一往无前的奋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公智慧与大公力量。OK， 下一个环节，我来点名，有请还没有发言的同学，做一分钟的自我介绍发言。姚山，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开开。那我先介绍一下，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可以，能听到。能听到。能听到。过年好。过年好。先给大家新年好。新年好。先给大家拜年。拜年呐。新年好，姐。你恢复挺好。你好，姐。好。哎呀，很好。很高兴见面。哎，好久不见了， Jack， 好久不见了 ，Jack， 你好啊！哎呀，四年，是啊，你生病以后四年了。他说生病以后四年了，他现在已经不错了。以前就是刚生，去年还不能想那么多呢，不会讲话。正好我们为你高兴 ，Jack， 我们都其实都是每个人都关心你。怎么样了？也一直都没有听到你声音，谢谢看到你真高兴。谢谢。Jack 现在状况不错。嗯，现在挺不错的。那名儿。算了。嗯。哎，你讲话。那就介绍如此吧。姚山，姚山讲话。好的，好的，好。就是给大家拜年，收到。哎，我们也给你拜年 ，Jack， 给你们全家拜年。对，大嫂给你拜年，大嫂。谢谢，拜拜。好，
下一位有请天红。有嫣红在呀、啊？怎么不说话？没有啊。有，在。没事儿，那就下一位张翔、张恩华。老张，我这个屏幕不容易讲。没关系。徐雪涛，管经幺幺级。各位校友过年啊，没有到过年啊，给各位校友提前拜个早年。哎，我为什么是我看不到我自己吗？我看得见你。OK OK， 戴了一个多年前带出国的大工的帽子。啊，我是徐雪涛涛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们校友会的活动。刚才我看视频里，好像疫情之前我们校友会的活动还真的挺丰富的。啊，然后我是2020年的4月份才搬到加拿大，我现在在多伦多downtown工作。然后之前5年是我从大工本科毕业之后，然后之前的5年一直在美国上学、上研究生和工作。然后，就是希望以后能够参加一些我们校友会的活动，感觉气氛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再次祝贺啊、祝各位校友过年好。OK， 好的，谢谢。下一位刘伟。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啊、Hello， 先自我介绍一下。刘伟，95年这个大工土木系毕业的。然后05年移民过来的。反正跟大工挺有缘分的，我自己在大工上的4年大学本科，然后老丈人老丈母娘是咱们大工64届毕业生，然后也是土木系的。老丈母娘不巧现在在国内，疫情回去了，下次回来再跟大家见面吧。行，那先祝同学们这个就新春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好的，您继续喝啊。谢谢。下一位高红。嗨刘伟。Cheers， 刘伟啊，刘伟 ，Cheers， 高红的，刘伟也住 Oakville， 跟我很近。哦，高红在吗？哎，在。哎，各位校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我们校友会，这是第一次。我叫高红，是80级造船的。然后84级的也是大工的研究生，我是在温哥华，所以呢，这次我们网上春晚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可以认识大家，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谢谢大家。好的，下一位林强。再下一位，来自 Oakville 的董元角。嗨，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漂亮的主持人，嗯，哎，我那稿找暂时找不到了啊，我是自由发挥，我是贺传，哎，那陈红你先讲，我说你自由发挥刚好 ，OK，OK。Okay, okay,好的，我是那个贺传洲，我们是一届的，87年，我们80年代大学生。那个我是土木系毕业的，在国内在沈阳工作了10年，做那个土木工程设计，设计院做了10年，然后改行做计算机，去东北大学呢读了软件工程硕士，在国内做了10年 IT， 然后40几岁的时候呢，
来到加拿大，在这边继续做程序员的工作。我的业余爱好呢，音乐，诗歌、音乐、乒乓球，这是我的口头禅。我那个在我遇到的象棋呢，这个那个很多很多爱好，但三个主要的爱好是这样。那个我遇到的每个大工人呢，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都很有才华。比如我们这个老会长于慧明，他的文学的，你还剩十秒钟发言。深厚。如果你是这么僵化的管理这个晚会的话，那就没有，那我就不说了。最后总结发言留给你。下一位，韩向宇。哟，轮到我了。好嘞，先跟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拜个年哈，祝大家生龙活虎。我是八九级计算机的韩向宇，英文名叫 Victor。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游戏啊，希望大家能够拿到好成绩，拿到奖品哈。那大家觉得现在开始做个游戏啊，活动活动，还是继续介绍完每一位同学，大家决定。介绍完吧，介绍完吧。好的，下一位管理八七王红云。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们家正在吃年夜饭，提前了两天。是因为我平时跟他们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多伦多，他们在滑铁卢，我只有周末的时间才能回来。我是管理八七级的，然后是2016年来的加拿大，前面一直在多伦多，然后疫情期间就因为女儿在滑铁卢大学上学，就把家搬到沃特路来了。那去年夏天又回到多伦多工作，所以现在我跟他们平时是不在一起。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这个形象比较糟糕，我就不开视频了，请大家谅解。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虎年虎虎生威，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然后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们可以在线下见面。好，就这样，谢谢。好的，谢谢。下一位于浩。下一位娄小军。各位校友好，我是机械系八四级的娄小军，我是2002年就到加拿大来了，因为我呢比较落后啊，一直没跟校友联系。其实是我太太，她是大连人，她把我引进这个拉进我们校友群里面了。那上次我跟大伙见面呢，应该是2018年啊，我见过陈红啊，金会长啊，后来那就活动参加的比较少。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感谢，特别是感谢我的师兄，在我2002年来加拿大的时候帮助我适应加拿大，那么是我呢能坚持下来。我呢一直到加拿大以后呢又念了一个研究生，现在呢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奥克维尔一个私人公司里面做新产品开发的这个生产导入和供应商管理。我希望呢疫情呢尽快的过去，能跟各位校友呢线下见面。那么我个人爱好呢是跟董勋一样，这个也是喜欢打乒乓球，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呢一起练练。你住在哪里？我住在North Shore，原来住在 Mississauga， 后来还是因为上学吧就挪到这 North Shore 来了。那个我们有个乒乓球队伍，我们有乒乓球群。那个你叫什么？我在里面 已经加你了。 OK 在这儿呢我祝大家呢各位校友呢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下一位于泉。下一位钱月新。下一位杜向东。下一位单全。
单全在 chat 里写了，他那个没有摄像头，跟大家问好了。下一位将会为我们带来节目的金辉。嗨，能听到吗？可以。啊，好的，各位大工校友好，我叫金辉，86化工化学工程系的，然后我是2001年年底呢移民到加拿大来，就一直在药物分析公司做quality assurance， 就是 quality assurance 的工作。嗯。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的同学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给我们组织这种网上的聚会。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喜乐，虎年虎虎生威。好，好，谢谢，一会儿我们来欣赏您的节目。下一位，古立新。古时兄的酒喝多了，这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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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电子系83级古立新，现在在多伦多，很高兴能够校友会，小赵严肃点啊。很高兴能够校友会能够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大家在网上见面。想起来现在已经上次聚会2年前了，希望疫情能够尽快过去，也希望大家都能安好，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今年见上面。最后祝大家虎年吉祥，幸福安康，谢谢。好，谢谢谷歌。下一位，张宝全。下一位，06化工关同学。那个字我不认识 ，sorry。下一位，91数学隋鹏先。大家好，我是91数学的隋鹏先，我今天主要是带着眼睛和耳朵来的，所以就在这里祝各位校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下一位，卡尔加里金伟明。各位校友大家好，我是化机81级的金伟明啊，我跟大工时间比较长，四年大学，3年研究生，完了又留校当了3年老师，所以81年、88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化工学院化机系，里面有几位面孔还熟悉的，然后其中可能今天没有上线的那个张玉宁是我原来在大工单身宿舍的邻居，很高兴见到大家。这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是99年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待了2年，然后在圣凯森待了5年，然后06年搬到卡尔加里，一直在卡尔加里在石油行业工作，欢迎大家到卡尔加里，来到美丽的班夫，不管疫情如何还是可以来的，我去年也曾经接待过一些校友过来，吧，哎，好，提前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虎年发财。谢谢，谢谢。下一位，85大船于洋。我来。雅言，你为啥不用给你的吗？你给你拿一个小宝宝的，好不好？等下。下一位，78化工战舰军。下一位，造船81龚伟。下一位，79土木刘强。下一位，83机械李冰。下一位，吕京哲，京管。下一位，89动力罗慧民。各位校友大家好啊，我是89动力
罗慧民，现在住在密萨加。祝大家那虎年虎虎生威，身体健康。我是之前在多伦多住了两年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些那个校友会的活动，后来搬到密萨加之后就没有联系了。疫情前刚刚跟着今朝联系上，说准备参加校友会的球类活动，最后又被这个疫情给打断了。希望快点恢复到正常秩序吧。谢谢大家啊，再见，拜拜。谢谢。下一位，秦逸轩。Hello， 大家好，能听到吗？可以。那个我是一二级建筑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然后我之前在国内还工作了五年，然后是2021年底来的加拿大，现在在渥太华读研，然后我很高兴能够一来就能参与到咱们这个线上的活动，然后也挺荣幸的，感觉加的群里面能认识到这么多70、80和90年代的大学生，感觉还是非常荣幸。也有60后的、那就更荣幸了。祝大家虎年都顺风顺水顺财神，然后虎年有虎虎的幸福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下一位，牛玉红。来，想就当一个快乐的观众。那个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吧，祝各位校友虎年身体健康，平安，发财快乐。好，谢谢。下一位，李月。下一位，张李丽。哎，我在。大家好，我是张李丽，我是92级外语系的，然后来加拿大已经20多年了，来了以后就又转行学了计算机，所以现在一直就是在多伦多万锦这边住着做计算机工作。然后我要感谢 Helen 姐，是她就是介绍我咱们这个校友群，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我，所以很高兴认识大家，也期待着能参加，听说还有各种球类队伍，我也希望以后也能报名参加咱们那个校友更多的活动。好，给大家拜年，谢谢。好，谢谢。下一位，邓子毅。哎，大家好，大家好，给大家先拜个早年，拜个早年。计算机系88的，来多伦多，来加拿大大概11年多了，就祝大家这个新年身体健康，咱们快点离开这个病毒。哎，这样。好，谢谢你今天提前参加会议。好，下一位，古放。各位啊，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啊，大家好，我是电子90的古放啊，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通过网上参加那个大工校友的春节晚会，让我2018年开始那个定居在BC省的列治文市。对，我刚才很有幸的能看到我一个本家的大哥古立新，我也姓古，所以是吗？哎呦，以后多联系联系哈。是是是 是，我也是这个古，这山谷的古，是本家。然后祝各位校友呢虎年顺意啊，开心健康平安幸福每一天。划了过来，那不是主页，往那边划，来拿过来。下一位，孙卓。你点这。孙卓。下一位，孔翔。你好，大家好啊，我叫孔翔啊，我是95，能看到吗？我是95级啊，外语系的。我来加拿大是14年。把我关掉，没事，我把我关掉。和妈之前那个。大家还能那个 in person 的那个 activity 的时候参加过几个活动，也非常感谢这个理事会，
组织这么多活动给咱们校友啊。我也去过那个潘总的那个大瀑布，也去过咱们有做烧烤的，也有好几次活动，完了还有联欢会。但是确实今年这两年活动就少了，因为 COVID， 所以说希望明年如果是能再开放的话，咱们有更多的活动，更多的机会，完了在线下多沟通。完了我现在是在密西沙加，工作也在密西沙加，生活也在密西沙加，也参加了一些球类的活动，但是就是 COVID 确实现在活动也少了。给大家拜个早年吧。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身体健康，谢谢。好，谢谢。最后一位报名的同学，八一电子李大为。哎，大家好，能听见吗？可以。首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虎年吉祥，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再一就是感谢组委会，这次非常辛苦的，组织这次活动，非常感谢。我先介绍自己，我自己还没介绍，我是，电子系八零的，非常感谢大家。好，先说这些吧，好，谢谢。请问还有没有发言的同学吗？我漏掉的。哎，对不起，那个我是今天早上才接到那个 Tina 给我的发的那个 invite， 那个我是七八的，我记得这上面好像大部分都是七九以后，八零啊，八一和那个更晚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那个七八的，化工系的，之前参加过一次那个 in person 的那个聚会，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吧，我经常出差。所以说呢没有参加那个，谢谢 Tina 今天把我那个介绍进来，然后 Tina 你如果有以后把我发到那个网里边去，这个那个群里边，就是可能现在也接近六十了吧，七八的嘛，一算也算出来了，所以说那工作可以放一放呢，如果将来如果那个校友会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话呢，就尽可能的出力，祝大家那个什么，虎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呢，爱好我是原来是大工田径队的，校队的，七八的时候百米的，然后对，现在跑是肯定跑不动了，但是还是比较喜欢运动，唱歌啦，运动啦，个人爱好。谢谢。好，当年在操场上见过大姐。欢迎少姐。请一会儿 Victor 组织的游戏呢，大部分、那个、还有一个人，那个陈静。他应该刚才没上来，他现在上来了，现在在。好，下面有请陈静姐发言。对，她也是我们这个理事会，也是这个多年的理事。大家好，各位校友，亲爱的校友，晚上好，早上好，天天好，时时好。我叫陈静，八零级材料系。我是2005年来的加拿大，一直在多伦多，很想念我们在线下的活动，我们好像应该是2年前了，我们经常聚会啊，会餐呐、啊，所以呢，我呢希望呢疫情尽快的过去，我们在线下再聚，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平安健康，好的，就说这些，谢谢大家，再见。谢谢陈静。那个 Tina 姐，请您把 Jenny 少拉进咱们的校友会群，一会儿的开始的游戏环节都在。我已经拉了。好的，好的，好的。下面是什么环节？下面我可以先搞个游戏吧。搞个游戏吧，大家做的那个有点都僵硬了。这个对。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游戏博主。Victor 韩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游戏，请大家努力哦，因为有丰厚的奖品。让 Victor 先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吧。好的。对，那个还有那个本来那个我们的财政大臣马珍应该来做一个总结性的说，但是马珍我正在找他，等他一会儿来说吧，因为这个关于游戏的奖品问题是马珍应该来说，
也先请 Victor 先把游戏规则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好的，我现在 share screen， 大家能看到吗？可以。嗯，我先讲一下今天我们晚会呢准备了一些游戏给大家活跃气氛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表演，所以说我们游戏跟表演是分开积分的。的胜者呢，前三名会得到奖品。每个游戏的积分的分数是不同的哈。我会在每个游戏之前告诉大家这个是几分，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分数。然后在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公布一下我们的积分结果，然后进行发奖哈。然后这个节目游戏本身呢有两种哈，一种是就是贯穿我们整个晚会的，就是需要大家比较长时间思考的哈，就像是我们茶话会桌上的瓜子一样，你想嗑几个就嗑几个哈。另一种呢就是我们进行实时回答的，要抢答的这种啊。所以说我先给大家出一个就是大家可以一直思考的问题哈。我题目呢我是出在咱们那个校友群里，大家知道答案以后呢也是把答案放到咱们校友群里，因为我们在现场这个屏幕上显示答案的话比较有困难哈，也没法界定谁是最快的。所以说我现在把一个图画转到咱们校友群里，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立体画大家都看过吧，实际这个画里边呢是有其他东西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花点时间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如果谁看出来的话就把答案写在下边，最先写出来的呢就会这个，因为这个是相对难一点哈，所以说这个会得两分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进行一下其他的节目哈。首先我们做一个叫虎年寻宝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在线下的时候也经常玩这个游戏哈。今天我们转到线上来做这个游戏，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规则，就是说我会在，有货，这谁呀？娄小军是吧？金元宝，他说金元宝，后面说花生糖，其实娄小军这个答案已经是对的了，元宝，金元宝，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的，娄小军得了两分哈，好，我们进入到寻宝环节哈。我讲一下规则呢，就是我会在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东西，然后呢，大家就赶快去找这个东西，找到以后，我要求大家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做一个自拍，然后发到校友群里。这时候呢，我们最先发出照片的几位呢，就会入选哈。我们这个要分很多轮的。所以说我们先做一下试验吧，这个就是大家都不得分啊，先做一下试验哈。比如说现在我显示的是一个鸡蛋，大家赶快去找鸡蛋是吧，找鸡蛋以后，然后拿着鸡蛋照张自拍，然后发到群里，我们就会根据发的先后次序哈，因为每个人可能是这个显示顺序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哈，我是以我的看到校友群这个算先后顺序为准哈。然后我会把它屏幕拷贝发进来，来证明是谁先拿到的。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去找一个鸡蛋，然后做一个做一个自拍发到群里。让妈妈把照片发给我，还有别的呢，这个只是个test。就是你实实在在的拿鸡蛋去找，把它发到群里。马真现在还没有来，我简单的把那个奖品的如何设置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现在在网上做这些游戏呢，都会在微信群里，我们的大群里进行最后我们进行统计，然后在随后我们这个晚会结束之前，如果统计完的话我们宣布，如果结束以前我们没有统计完的话就在后面宣布。这个设立了很多奖，请那个我们的校友们呢积极参加啊，我欢度新春吧。
好，现在我看到两位校友已经把鸡蛋发进来了哈，但是我们要求是能够跟这个鸡蛋一起照张相啊，来证明的确是你拿的，而不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图片而已。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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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牛玉红师姐哈，嗯，说的很对，难道不是鸡蛋加人的自拍吗？嗯，对，好的，这个鸡蛋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实验啊，这个都不加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正式开始了哈，现在先大家准备好哈，首先你得能看到这个屏幕是吧？然后就去赶快拿东西，然后拍照发进来，看谁快，是不是？嗯，必须是和自己吗？你那个东西？对，必须是你。预约自己啊、嗯，拿着这个东西跟自己做个自拍，然后放到群里面。哦，明白。啊，这样就算数了，好吧？嗯，大家准备好了吗？好。Oh my god！ 好，我们这个选前六名入选哈，前六名入选。你拿着这个一枚$1的硬币啊，$1的硬币，嗯，不错不错，小天先发进来了，好的，孔翔，哟，古立新，这是陈红师姐哈，嗯，姚山的这个图片什么也没有啊，是黑的，不知道他为什么黑呢？自拍要自拍，拍自己。姚山这个黑的，就是把钱无限放大了。好，刘伟啊，娄小军，牛玉红，啊。可以了吧？嗯，姚山和那个，对，很多校友都发进来了哈，但是我们只选前六名哈，前六名，哎，好的，好，我确认一下前六名哈。Victor， 回头我给你，我们大家来确认嘛，你往下边走。好的，好，下一个，大家准备好了啊。下一个是我们前去啊、下一个只有就是刚才入选的这六名可以发哈，其他同学就不用发了，然后从这六名里面呢，我们会取出前五名哈。孔翔先发进来了，一把车钥匙。啊，我现在看到六位同学哈、啊，我们取前五名，但是啊，有一位同学是不是没有在第一轮里入选啊？我看看哈、啊。嗯。嗯。古放同学是没有在第一轮入选哈，所以这一轮不能取您了，啊，所以是孔翔、姚山、啊娄小军、Oliver、牛玉红和陈红姐，嗯，前五名哈，一二三四。看来这个照的快的都是平时照自拍的人呢。对，没有陈红姐了哈，这个现在前五名是牛玉红。Oliver、娄小军、姚山和孔翔哈，下一个是你们五位来发这个了哈。好，大家准备好，一卷卫生纸，我们只要前四名。孔翔发进来了。
是不是？目前我的是自行车钥匙。嗯，不错。好，前十名是孔翔、Oliver、姚申、牛一红啊。好，下面是这四位同学参加比赛啊。准备好了，一个饭碗，前三名。Oliver 给够快的，最快。Oliver、娄小军。孔翔，好，你们三个人哈，孔翔、娄小军、Oliver 啊，下一个，一双筷子，我们只要前两名。够快的，好哦，好的，现在是 Oliver 跟孔翔进行决赛哈，你们两个人进行决赛，准备好了哈， Oliver 跟孔翔进行决赛，只有你们两个人参加，一样带有三种且仅带有三种颜色的东西，去找吧。只有找法国国旗了，拿画笔先画。对，聪明。带有三种却仅带有三种颜色的东西。这个上班的在 mark 那个东西的，这是一直有的呢。在家上班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带有三种，带有三种。孔翔，你这个是什么？是墙上是吧？墙上的一幅画是吧？孔翔把那个麦克打开说一下，是一幅画，然后和墙在一起。没有，我第一个发错了，没照上。啊，没照上。第二个了。啊啊。那 Oliver 这个是解释一下 ，Oliver 你这是什么？小田。小田已经解释不出来了，弄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吃饭的麦啊，好像是哈，有蓝色，有粉色。你刚刚说话哦，你这啥啊？这是什么毯子？毛毯啊，行，哎，这个可以，嗯，好吧，这一轮呢 ，Oliver 胜出，厉害厉害。好了，我跑到一楼弄的，我用的别人电脑。yeah, 小朋友们都加入了。好的，好了，我们这一轮游戏先到这儿，大家先继续吧。我先统计一下我们加分多少哈。嗯，哎，我们先放个节目呗。嗯，好的。那廖师兄你来放一个节目。好吧，我先把我的关上。好，我打开一下啊。这是金辉同学表演的节目，请大家欣赏。能看见吗？不能。不能啊。没有。没有啊，不着急，等一下。现在能看到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嗯，这是金辉同学表演的节目。
表演结束，给掌声鼓励。谢谢。小田播放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卡呢？感觉刚才看系统和网络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人数也多。没声音了。啊。我听也卡。三号。只有播放的人不卡。对，播放这里没有感觉，应该很流畅，可能是动上面的问题。请问组委会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廖师兄再给放一个也成啊，再放一个，放一个董元角同学的吉他弹唱吧。对啊，董元角的吉他弹唱。好，那个在 Victor 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董元娇。对，你要说董元角，你就太矫情了。董元娇，你这名字是记得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得那个当初林彪集团那个江腾蛟，还是蛟龙？那个田瑞达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好的，大家能看到我的分享的屏幕吗？可以，能看到。那现在是董师兄的吉他弹唱。那个大家戴着耳机听才能还原真实的语音效果，因为吉他那个音域比较广，那平时 speaker 呢，听 speaker 听不全，那。谢谢董元娇同学带来的吉他弹唱，谢谢主持人夸奖。
请问下一环节是什么？ Jack 的吉他进步了， Jack 的歌比以前更好听了。上次我记得就是董师兄在台上给我们大家弹吉他，哎呀，一放两年了。Yeah. 我们再来呗。廖师兄，你那儿好了吗？再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好，再给你们放一个吧。可以，好的，好的。Victor， 你的那个游戏还是题目准备好了，你也可以。好的。能看到我的屏幕吗？能，可以的。好，现在是那个沈静同学给我们表演的。哎，你这样可能不行。不行，廖师兄这样不行。退出。好像没播出来。嗯，马上，等一下。哪去了？这我弄哪去了？看到没有？看到了。好，那现在播放了啊。这是陈静同学的。
刚才这首歌曲是陈静师姐。